嗨，大家好啊！我湾区接嘅阿强，今日咧我又带大家嚟到我哋一个惠东嘅阿婆阁。我而家介绍俾大家嘅楼盘咧就系宏昌山海传奇。你睇我哋呢度一线光景，而我哋嘅楼宇咧就喺呢度。大家睇到啦，已经系封顶噶啦。咁咧真系度假投资嘅好去处噶啦。我而家又带大家入一入去我哋嘅售楼部，同大家介绍一下先。外景是这样的，到时你留意我们的片段，我们会做一些海边的环境，也是我们留意的周边的环境给大家看的。 OK， 现在带大家进去看看。好啦，嗱，我而家就上到我哋嗰个售楼部嘅二楼啦。咁我而家请我哋一个刘小姐出嚟同我哋介绍下呢个楼盘。嗨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嗱，呢位就系我哋嘅精英啦，刘小姐啦。大家好，欢迎嚟到宏昌山海传奇，我系现场嘅智顾问刘晓晴。而家咧就由我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嘅项目。OK， 好，咁大家请。而家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嘅交通区位，可以睇到呢张图系我哋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局部区域图啊。咁我哋项目咧就喺呢个激光笔所指嘅位置，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嘅惠湾滨海首站嘅。粤港澳大湾区我哋都知道系同美国嘅纽约湾区、旧金山湾区同埋日本嘅东京湾区同齐平嘅四大湾区之一。短短三年嘅時間咧 ，GDP 已經排到第二名啦。但係咧，房價係其他灣區嘅四分之一唔到。粵港澳咧係由兩個特別行政區同埋九個城市群組成嘅。目前只有肇慶同埋惠州係唔限購噶。咁我哋惠州係同深圳、東莞為一個組團。喺粵港澳大灣區中，龍頭城市就係當之無愧嘅深圳啦。但係深圳咧近2000平方公里一個佔地，人口到達3000萬人口。要持續發展是必須要向外擴張的。我喺度睇到北面是一個東莞，東莞我哋都知道是世界級的工業大城，居住環境肯定冇我哋惠州咁好嘅，同埋零星一個房價去到3到4萬嘅一個高價，今年仲限購加碼。咁深圳嘅南面咧係香港寸土寸金嘅地方，向南擴張咧都係唔現實噶。深圳的西面是珠江口岸，土地緊缺，需要移山填海，國家政策都不會被允許。同埋，係啦，我聽講啊，有啲小道消息話，惠州將來可能會入埋深圳區啊。哦，你講的呢個政策嘅話，係喺2016年5月，原深圳市委書記、現任廣東省委書記馬興瑞喺2016年5月提出的深圳東進戰略。買不知，原來嗰個小道消息都有啲成熟。啊，呢、這個第日依家呢個地價咁低洼嘅話，第日個升值空間好大。係嘅，冇錯，你講嘅呢個都冇錯。因為咧喺提出呢個深圳東進之後咧，受益最大嘅就係深圳特別合作區，係深圳嘅第十一區啊。而我哋項目咧係喺深圳同埋深圳合作區嘅中間位置，所以都號稱10.5區啊。兩區之間嘅話，要進行一個經濟聯絡，不論從即呢個陸運上，仲係海運上都好，勢必都要經過我哋呢個區噶。所以我哋呢個區嘅發展潛力係非常巨大噶。明白，即係而家其實向兩邊嘅發展都係牽連到你哋呢個區位嘅位置。係冇錯啦。正係因為我哋呢個發展比較大，這個權力。所以是在去年的2020年6月9日，我们惠州发改委后又指出投资1500亿来打造我们项目所在的隐屏半岛区域，引入7条产业链来打造这里成为高端旅游岛、能源科技岛和生命健康岛等等的。而我们宏昌山海传奇是在隐屏半岛的首站，那意味着之后很多的政策支持都会优先在这里的。而且離個高速好近，一路高速就到呢度啦。係冇錯啦，周邊嘅話咧係有三大高速嘅，買樓嘅話肯定係交通比較方便啲啦。咁呢邊嘅話有小港灣啦、阿婆閣啦，同埋管理中心出口啦。左側呢個小港灣可以行會山沿海高速去到深圳。右側有阿婆閣同埋管理中心出口，可以行港會高速去到惠州、東莞、廣州，任何一個地方都去到。
咁嗱，你家嚟講到交通嗰度咧，我就順帶問一問咧。咁我哋啲香港嘅遊客户咧，佢由香港過嚟，哦係啦，由香港過到嚟我哋呢個目的地係點樣走法咧？通常好嘅，啊呢度為你介紹一下啊。好啊，好啊。我哋項目可以睇到左右兩邊都有高鐵站，呢兩個高鐵站惠州南站、惠東站去到我哋項目，淨係需要20到35分鐘。好啊，特別係喺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開通以嚟，深圳北站換乘到香港西九龍，淨係需要1.5小時，就係、是、你可以實現朝早海翻去香港，夜晚仲翻嚟休息嘅一個生活方式。或者喺西九過到嚟項目係需要1.5小時左右。個半鐘係喺深圳北站過去㗎，啊，正常嘅話2小時之內差唔多㗎啦。同埋咧，除咗高鐵之外，我哋一期呢度嘅話，仲有一個交通中心，一日有一個班次去到香港㗎。哦，呢度有去到香港咩位置啊？去到香港都係九龍嘅位置，不過咧疫情期間冇開通，到時候會正常會恢復。疫情期間你開通都冇下相啦，而家。除咗呢個高鐵同埋嗰個流巴之外咧，我哋呢度有規劃中嘅香港海上航線。哦。之後咧開通之後咧，深圳同埋香港嘅客户到嚟呢度，淨係需要1小時就可以到㗎啦。所以交通係非常方便㗎。同埋咧，對比我哋區域其他嘅項目嚟講，唔使過呢個海灣大橋。哦。交通成本啦，同埋時間咧，都會節省好多㗎。嗯，明白明白。啊，係啦。咁如果你話去坐高鐵由西九過深圳北站，之後咧係過到去惠州南站比較近啲，定係惠東站？惠東站離我哋呢度比較近，20分鐘就去到啦。可以搭的過嚟。咁好快啫，又係好快㗎，好快㗎，交通係好方便㗎。明白啦，呢度。咁啊，你繼續講先，睇下陣間有啲咩問題再請教你。好㗎，冇問題。咁頭先咧已經講咗交通啦，都講咗啦。咁我就對比一下我哋呢、這個橫昌山嘅傳奇。回到我哋嘅項目，我哋項目咧依依帶水係同深圳嘅深圳灣、香港嘅淺水灣同屬於南海流域噶。咁深圳灣同埋香港嘅淺水灣咧，佢嘅海景房價格去到200,000一平啦，已經非常高嘅價格。天價嚟。係噶，但係我哋呢度咧，淨係需要12,000到18,000元啊。同埋咧離我哋最近嘅大梅沙、小梅沙，唔睇佢哋要去到6到10萬，但係咧睇佢嘅去到12到15萬嘅高價。喺我哋呢度咧，淨係需要使1/10嘅價錢。因為咧佢呢度同我哋淨係相差咗30多公里，半個鐘嘅車程，就有高咗10倍嘅價錢。喺我哋呢度性價比啦，係冇錯啦。所以12,000至18,000就已經係非常之靚嘅正裝嚟嘅。冇錯啦，冇錯啦。而且咧，我哋呢度係大正裝交付㗎。喺呢度咧係個價格洼地所以說所以話咧，綜合上述嘅話，就係我哋呢個項目咧，佢不論係從嗰個交通便利線啦、政策利好啦仲有一個環境比較優越啦，有山有海有沙灘係嘛？呢個係即係一眼望得到嘅地方。係冇錯冇錯。仲有一個咧就係配套啦，我哋呢個或者係教育方面都有都有，因為你可以睇到我哋呢個片區係嘛，十年一個片區係有一個十年嘅一個基礎啦。你可以睇到我哋呢個教育醫療教育呢度，仲有商業景點都有㗎係非常齊全嘅一個配套，即係吃喝玩樂同埋教育、讀書醫療交通咩都有所以說所以話咧，我哋呢度咧不亂係度假啦、自住啦、投資啦，都係非常有價值㗎。大概係咁，仲有咩問題？咁我就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嘅沙盤好嘅，喺呢邊。好啦，區位我就聽完啦，又聽下靚女講下沙盤先。哇，好靚，望到都靚啊嗱。咁我哋而家位置就喺呢度銷售中心。我哋銷售中心而家現在發售嘅係我哋左手邊嘅呢個3號樓。好啦，嗱，劉小姐，頭先你講話3號樓咧，而家在手啦。我又想問一下咧，而家3號樓咧，我見出邊已經封頂㗎啦。我相信都好快交付啦。但我想又即係。明確一下嗰個交付時間係幾時啊？交付時間嘅話係2022年8月31日就可以交付啦。咁即係其實明年啦。係噶。嗱，依個係8月31日，但通常咧都會提前嘅。係正常噶嘛，合同上嘅8月31日。我老實講啊，發展商都要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嘅。係冇錯嘅，冇錯嘅。
好，你繼續，我有乜嘢唔明，我再問你。好，冇問題。咁可以睇到咧，我哋呢個項目嘅話，其實咧我哋選址啊係經過慎重嘅考慮噶。因為咧，佢睇到我哋呢個樓盤咧係半山許景，重風聚氣，風水咧係極佳噶。我哋開發商老闆咧都係本着對呢片海域嘅熱愛同埋認可，不忘初心，壯身打造阿婆閣旅遊度假區。我哋呢度咧係海景同埋沙灘資源係項目最有特色嘅景觀條件。我哋將無邊無際、海天一色嘅視野帶入住宅區內，為業主提供鄰里生活之外嘅居住，仲有自然森林同埋沙灘陽光嘅雙重享受。落樓呢度咧就係沙灘啦，你隨時可以同家人喺呢度觀賞海景，帶小朋友到沙灘玩。另外，項目自持嘅商業滿足你嘅日常需求，周邊嘅配套更加豐富噶，有海鮮一條街啊，仲有市場等等，滿足你豐富嘅度假生活。咁我哋項目簽約嘅物業係碧桂園服務控股有限公司。創於1992年，經過27年嘅發展，秉持一切以業主為中心嘅服務理念，得到英國 BSI 嘅認證，讓業主體驗美好嘅物業服務。我哋成個項目嘅總建築面積係113,145平，綠化率高達39%。項目總共分兩期開發，首推3號樓，總層高係32層，總户數係713户，户户擴海。户型是46平的單間，側面嘅係單間，然後咧呢度嘅係65平嘅兩房兩廳一衛。哦，佢係一個40幾平嘅一個幾平。係冇錯啦，46平同埋65平嘅。哇！依啲面積好靚喎。係係，投入少啊，真係享受高。係冇錯啦，呢兩個面積啲嘅產品咧，係周圍市場都係冇噶，買到咧就係賺到。咁我哋區域力嘅小户型啊，好似46平噶啦，係一房難求噶，所以咧係用最低嘅門檻購買最超值嘅物業噶。好，呢個非常之容易上車啦，呢個又係冇錯啦，成總價低啊嘛，購房成本會比較低，享受高啦都話。冇錯冇錯，同埋咧我哋而家樓盤嘅按揭啊一次性嘅福利啊都好大噶，支持都好大。好，可以到時過嚟了解一下。我一陣間會請教你呢樣嘢，而家先介紹先。OK 啦，呢度講完啦，我哋係咪上樣板房又點咧？係噶，我哋呢邊。好啊，好啊，唔該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到嘅就係我哋嘅46平方嘅闊景一居啊，我哋可以入嚟睇下我哋嘅室內。咁一入門嘅話咧，我哋呢度就有智能門鎖啊，左邊呢度咧係我哋嘅廚房啊，有抽油煙機。我哋呢度嘅話係精裝交付，軟裝嘅話可以業主自己搞，所以度假嘅話都係比較悠閒噶。右側呢邊嘅話係公室分離嘅衛生間。我哋成個房間嘅話就係客屋一體噶，空間都係好大噶。咁呢度一出嚟嘅話咧，就係我哋闊景嘅斜切面嘅陽台，咁樣設計嘅話，角度同埋空間會更加大，望向一線嘅海景。咁依家嘅話，就為大家介紹一下65平方嘅兩室一廳一衛啦。我哋入嚟睇下。入嚟大門嘅話咧，右側呢邊係衛生間，左側呢度嘅話係我哋嘅廚房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嘅餐廳。我哋呢個户型嘅話係正對能向海景噶。呢邊咧有一個卧室喺呢度。一個卧室嘅話係同客廳相通嘅陽台。從卧室嘅話，可以直接出嚟我哋嘅客廳。我哋呢個客廳嘅話係正南向嘅，然後咧呢邊嘅話係一個次卧噶，次卧都可以睇到海噶。
嚟我哋睇下我哋十米三波浪形嘅阳台，喺呢度嘅话可以满足你对度假生活嘅所有想象。好啦，头先嘅话咧就系交通区位、沙盘同埋样板房介绍咗我哋嘅项目啦，唔知道大家觉得点呢？刘小姐同我哋介得好详细啦，咁咧而家我哋将周边嘅靓嘅环境同大家分享一下。OK， 冇问题。刘小姐咧又地胆嚟噶啦，咁啊有咩好嘢嘅就同我哋分享一下。可以睇到咧，我哋楼下咧落楼呢度就系沙滩啦，然后咧呢片沙滩嘅话系纯天然嘅。原生沙灘嚟㗎，我哋喺呢度居住嘅話咧，係直接70米落樓就係沙灘，就係簡單嚟話，你喺屋企換好泳衣出嚟落嚟就可以直接游水啦，就唔使去咁遠嘅地方。係啦，依家一步之遙啊，真係過條馬路就係我哋可以下海啦，真係下海啦呢位嘢。你游完水之後咧，同親戚朋友、屋企人一齊咧去附近嘅海鮮一條街食個海鮮，平靚正。所以話人生嘅享受就喺呢度啦，喺呢度嘅話，你可以享受豐富嘅度假生活。嗱，係啦，無論係食住玩，呢度都係一體化噶啦。咁而且而家呢度咧，價格嘅低洼係12000起，大家聽到係12000起，而且個面積咧係40几度60几平方米。係，冇錯，46到65，兩個會。非常之容易嚇。總價又低。總價喺40几万到50几万之間就已經 OK 啦。係，冇錯。而且包到精裝，咁咧係啊，仲有一個咧，我又想問一下我哋香港朋友上嚟呢度咧，咁佢需要嗰個付款方式係有啲乜嘢唔同咧？正常嘅話，我哋香港朋友嘅話都係一次性付款噶。咁而家咧，我哋項目嘅話就有一個政策扶持，好似46平嘅個單房嘅話，我哋香港朋友可以做到2到5年嘅分期一次性首付嘅話50000起。然後咧兩房嘅話咧係正常嘅話要一次性付款，如果你哋想要按揭嘅話，如果有大陸嘅朋友做擔保咧，銀行呢邊審核你嘅資質冇問題，一般問題都唔係幾大嘅。係啊，嗱，好抵買嘅，40几平方米嗰啲，首付50000，剩低落嚟嘅月款咧2至5年付清 OK 啦，所以咧喺交錢呢個環節裏邊咧係有好大嗰個空間俾我哋去。緩衝嘅，壓力嘅話都唔會冇咁大嘅，完全冇壓力嘅，完全冇壓力嘅係。你睇下咁靚嘅海景，幾廿萬買乜嘢啊？冇錯啦，嚇，咁好啦，呢一期節目我哋都辛苦咗劉小姐啦，唔該曬，唔該曬，咁熱情招呼真係難得，好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，好，歡迎過嚟。我5年前嚟呢度咧，連依邊咧係未發展嘅。連一棟樓都冇嘅，5年後嘅今日咧，高速路口已經開到入嚟呢度啦。落到高速路口唔需要1公里已經到呢個位置啦。咁你話幾靚，係嘛？發展得幾快，幾年間嘅時間，而且後面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海鮮市場，有得食有得玩。